队上派这个老将，前世界冠军张家良呢，打我的名单呢，就觉得他打第一场有点可惜，因为万一打到打的比较多，他要到第九场才能打。对，那么打一七八呢，这个再接再厉，锦上添花。第九盘也许这个双方很容易就把这个担子跳起来了。大哥，他感觉到这个中国选手在他这个掌握发球权的情况下，能够这个连得了四分。二球再得第五，大家注意看，腾一发球，发短球，提拉，对方也是侧身。腾一发球，打短球，对方反手击拉弧线，腾一正手攻，好球，连续的正反手就压对方的反手。腾一还是发不出台的短球，林德侧身，发球失误了，林德看来有些紧张，反手弧线，好漂亮，弧度比较高的时候，林德反手啪一点弧线冲得很凶，漂亮。林德发侧旋，腾毅反手连续快拨，第三板、第四板对线，第五板，二球，反手一个发力，结果球出去了。腾毅把球回到对方中路。人的比赛的实况，这是双方第二盘的比赛。第一盘，中国选手张家良战胜了瑞典选手卡尔松。这是第二盘，这球双方打了六七个回合。现在场上比分是11-5。腾毅连续，场上比技术、比战术，而且比斗志。二球，二球。不像那个白色的袋子在球台上飞舞，8-15。好球，腾毅和对方展开对攻，水平发挥的都不错。现在林德发球，腾毅发球，然后正手攻，反手再拨，就出界。林德反手击拉弧线，腾毅用反手压住对方，正手攻，二球。使这个林德在进攻当中替长就短，发挥不出正反手在中台踢拉弧线球的优势。二球，几乎他这个得分，正反手的踢拉弧线得分和这个失分几乎参半。腾毅来发球，发球闪攻，对方再回出界了，这样腾毅以2-21:15战胜了林德，2-0。